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出吴孟达达叔。哎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们一起到台上来吧。沈老师好，大叔大叔，沈老师。大叔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其实是帮助宝宝的电影来站台的。哎呀，感谢感谢，一定要支持，谢谢。刚才那个节目的名字就叫做少林寺啊。宝强是哪年几岁的时候去的少林寺，然后待了多少年？我在少林寺待了八年吧。嘿，那是小时候穿黄色的那时候。哇，我一直待到那么大。对，就是觉得自己男孩子就应该去练武术，所以这小时候吃的苦坚持下来，就之后对我后来来北京拍戏那种跑龙套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。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宝强是他们的榜样。我们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啊有一个井盖，传说这是王宝强站过的一个井盖，所以20块钱可以租你在那站一会儿。啊，真的啊！主要挣的钱是掉下去之后捞上来的，要沾一沾宝强的福气。我不知道宝强在你待过没有？待过，你真待过？对，我在那待了4年，每天都去北影厂门口等活儿。那时候我在北影厂门口的树上也过过夜，因为住得很远离这个地方，就晚上就没有回去，怕耽误了，所以说就在树上过了夜。希望能有机会去演一个一句话两句话的这种角色。现在宝强也是百亿影帝。当然了，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。其实我自己的最初的梦想一直没有忘记啊，我觉得这么离开少林的20年，我依然还在坚持练功，所以说我拍这部少林的其实就是圆了我当年儿时的这个梦，少林功夫梦。加油加油。这部新的这个作品像达叔啊什么的都是倾力在出演，而最近几年真的看到达叔的作品没有过往那么多哈。是达叔身体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，对不对？现在恢复的怎么样？谢谢大家关心。确实前阵子心脏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，我的心脏是被病毒所感染啊，那时候真的什么都做不了，心里面很多事情想做，力不从心。包括感觉几年没拍了，感觉好像跟很多观众朋友距离就越来越远了。越难人静的时候，他感觉好像自己就要走了。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你呢。没想到啊，还有机会，宝强又请我，多活一阵子啊！哈哈哈。达叔从艺多少年了？我48年了。哦，我今年40。从艺39年。啊，我的天哪！达叔厉害，达叔厉害。几岁出道啊？啊，22。22。啊啦，70年了，70岁了。70了。啊，很快很快，一晃70岁。阿贵。其实她是个女的。别学知不知道啊？达叔最近一部我们看到的片子应该是《流浪地球》里边那个表演，身体是康复之后然后来拍，没有真正康复了。说真话，那个戏那个刚接的时候拍没2天，很后悔。刚穿那个衣服就受不了，70斤呢。70斤啊！所以每个镜头下来我都要吸氧气。那有一次就掉那个胃牙，结果掉上去之后，我以为马上拍就可以拼一条，不是。下面动作导演还在商量这个镜头了，就哎呀，我在上面可辛苦，缺氧。放手吧，孩子。这下来结果就啊，哎呀，不行了，就哭，我真的哭了那次。这辈子拍戏第一次，确实拍戏不易。当演员大家也知道吗？能做就尽量拼命的做，我相信每一位都是有，背后就是好咬牙顶一下，顶一下，
我们也还盼着您再给我们演这个好作品呢。对，您不能掉队啊！啊，不能掉队啊！大叔加油！大哥加油加油！再替所有的观众问一句，其实我也是心里特别想问这个问题：我们还能看到您和周星驰先生合作吗？再替所有的观众问一句，其实我也是心里特别想问这个问题：我们还能看到您和周星驰先生合作吗？那个，还是以前说过那句话，我还没死，他还没退休，一定有机会的。没错，对，好，谢谢。这样，我们让达叔和潘叔先坐着休息休息，好不好？坐。那不好意思，来。小心小心啊，感谢了。画画，哎，彤彤。哎呀，很感慨啊。但是既感慨又感觉到，也替他们骄傲。已经从艺一辈子了，还能够这么受人尊重，我觉得这也挺了不起的。刚才我在想，我像我跟我腾哥，我们这一辈儿，就到了达叔他们这辈儿，我们还能不能有勇气站在这儿？我们真不知道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日子过得真的很快啊！我们带来一个表演，有请王宝强和花花带来音乐小品《少林寺》。大胆匪徒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拦路抢劫，我看你们活的是不想活了，看我今天怎么……哎，你们收拾我。你挺能装啊，给我揍他！是。驾，我揍。驾。让我说最后一句话行吗？你说。师父救命啊，师父快来救我。谁喊救命啊？老帅头，谁喊救命啊？老帅头，哎呀，宝宝宝宝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来，抱抱啊！师傅，怎么了，宝宝？师傅，我被他们群殴了，你看打得很惨的。没事，怎么办，师傅？师傅还有一个关门地址，关门地都一样。我听你说过啊，有一位叫做花花的姑娘来找我。他带来一个男孩子，交托给我，让我抽到当关门地址。奇怪，他也叫花花。你快叫你的花花来。好，快叫你花花好来。关门地址，出来救命啊！
嫁了，快救师傅，快救师傅！莫慌，哎，让我用我的独门绝学，狮吼功。好，大哥，喝退他们，关门。果然是我的关门弟子，师傅第一时间关门的，师傅好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是准备他的武器，化个妆。花花时间收摊。